俩肉，一个凤梨，一个鸡蛋，这个牛肉饼香味一口就咬出来了。关键是不贵，不贵。然而，连发刚一顿不吃的话，好久没有吃大汉堡了。今天必须找个地方吃个痛快。是这样吗？不像吃汉堡的地儿啊。导航瞎导，给我们导个死胡同里来了。应该就是这面墙，这个墙里面。多溜达一圈，我得一个变俩。一通夸走啊，终于到了。扫码点餐，你来嘛，岳哥？双层牛肉 ，double meat， 按一个按 pineapple 这个，行吗？我这个牛肉饼和鸡蛋加进那个凤梨里，他那个传统里就是把我这个芝士挪到他那边，好吧？谢谢啊。周末刮胡子时刮猛子，我一看都给剃没了，这等了几天终于长出来点儿。这一没有胡子，我自己看自己倍儿别扭。俩肉，一个凤梨，一个鸡蛋。这是岳哥要了一个肉，一个芝士，一个鸡蛋。那钱比我这矮呀，给扎点薯条，醋薯条。这有洗手的地儿吗？我就不喜欢戴手套，这怎么长嘴呢呗？面包冒着烤的皮儿可以。哇，这个牛肉饼香味儿一口就咬出来了。鸡蛋有点糖心儿，西红柿、酸黄瓜、生菜，这料就算挺齐。它肉饼不是那种特别厚的，不过也有一定厚度。这肉饼没怎么调，就是吃这个纯牛肉的这个味儿。来个 chips。哦。这两个肉饼啊，就相对淡了一点，关键是不贵不贵。咱俩吃汉堡王也这家，本身我就喜欢吃这个，之前那个我没事自己还去吃了。最后一口，必须再来一个，这个没吃够。你还吃吗？巧克力花生是什么玩意儿？要不我试试。俩套餐，一个双人套餐，一个单人套餐，反正每次都是两个人吃三个人的量，准确说是我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量，人岳哥都是正常量。这就是那巧克力花生酱，剩下是一片肉，下面就是菜跟西红柿。他这面包壳烤的正经不错，还有点咸味儿，这花生酱入口牛肉味儿，巧克力味儿，然后是花生酱的那个香味儿，挺复杂。这个汉堡汁水倒是挺足的，感觉不如再要一个肉多点、带鸡蛋、带菠萝的那种。这个也不是难吃啊，我觉得可以。只是说相对下来，这也行。它主要是这个牛肉饼跟那面包都不错，尤其是花生酱浇在嘴里，那个挂上牙膛那感觉，粘嘴可以。今天消费115，我跟月儿那套餐正经挺合适的，我还加了东西了，炒合菜、糖醋里脊，外边切盒，这绝对多吃菜的，误打误撞这顿吃了挺成功。然而连发刚一顿不撤的话，今天是周日，相信大家都在上班，我跟月儿整顿炒菜大米饭，给大家助助兴。锁门了啊？又一个家常炒菜，也是过年放假开玩笑嘛，这不，要不咱就门口那个吧，刚才咱停车下来那个，现在不光吃到脸费劲，吃中午饭也开始费劲了。你好，还坐吗？两点必餐是吧？赶紧赶紧赶紧，你吃吗？又线下切盒，又线下切盒，行，线下切盒。还有哪个您这拿手的？先来两碗米饭，谢谢您啊。看这意思，接下来的日子要停更，没地儿吃饭了。我要是以后自己做自己吃怎么样？在家里准备点饭，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吃播。先上那份炒合菜，这饭馆还给弄点点缀，这米饭都成一个球了，来一口啊。这炒的正经不错，鸡蛋没有这么老，豆芽都是掐头去根儿，绝对坚工，而且火候还特别好。刚才第一口没吃到绿色啊，而且清淡，入口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花椒油的味道。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炒合菜，又弄个糖醋里脊也给点缀了一下啊，这是切成了长条的，来块里脊，就有点过于甜了，这感觉有点跟吃糖汁似的。不过口感特别好，跟着啊，咸味儿没啥，就是甜，就是糖度的那种甜，有那是倍儿甜倍儿甜那种。
把这个外皮弄得不错，不扔碎，所以当零食吃，量也不少。这卤肉片，这菜也好久没吃了，端上来这味儿倍儿窜。这个肉一点都没拿过，口感特别真实，也是不咸，凸显了它这个麻的味道。这绝对多吃菜的，这麻辣味儿不错，这麻辣味儿啊。咸味又不重，所以就可以大块大块的吃，尤其这个泡过的生菜杠杠的。太爽了，这个有点误打误撞的意思哈。这菜炒的确实不错，我个人认为的。你还要不米饭？师傅，受累您再给我盛碗米饭。现下茄盒，这月儿最爱，来块茄盒。那里面夹的肉不少，上面这块是虾，像是那种大虾仁给嘎成一半的那种。它这个就是那种咸大于甜的那种咸鲜的味儿。你越不行，你越个不喜欢味道。这个口感层次还是挺丰富，茄子那种软，再加上皮儿上还是有点硬，还有那虾肉的那个弹劲儿。还是来这个吧，我挺喜欢水煮的，里面肉还不少。误打误撞，这顿吃的挺成功。今儿小费156，姐姐，您给我来一碗老豆，一碗干菜，两根果子，一个卷圈，来俩窝头，再来点饼吧。就这个东西，有几天不吃我就想。然而在凡尔纲一顿不折的话，先祝大家小年快乐。快过年了，很多吃早点地方陆陆续续都回家了，都歇了。每当过年的时候，吃早点可能会变得比较费劲。到了，到了，嚯！你们已经好多人了，大馅儿、小馅儿啊，柴锅没有了啊，该歇了。对对对，来碗大馅儿，一腰饼，两根果子。大饼果子，这碗多搁点香菜，放点胡椒粉吧。这个必须得放。姐，我那鸡蛋您给我处理，别冲就行。25鲜，25岁过一天，26鲜。谢谢。弄点小咸菜，一个勺，一个筷子。热气腾腾啊，这个那霍霍胡椒粉都在下面。哎，好爽！胡椒粉味够，咸度差一点，还有盐吧，大哥，我再来点盐。哎，这下对了。哇，好，来个果儿。这玉米皮口感不错。大饼、果子，给这缸里放一叠一卷面，裹另一种面，特别好吃。再喝两口云吞汤，这个口味太棒了。哇、哦、太爽了。大伙过年都去哪玩了？我昨天是刚买了回来的票，因为那个火车票不得提前半个月买吗？所以买完这个往返的票，这个行程就基本上定。过年我还得出去一趟。太爽了，这个真是越嚼越香。最后一口啊，初级干，初级开始，12开始，半个月。今日消费12元，这连稀带干的，有荤有素的，热乎乎的，不好。我吃饱了，我还得往家带。我们媳妇点名要吃这个，刚才我吃饭地儿在和平，现在又来这儿，今儿的早点绝对全。这还有自动点单，我是多长时间没来了？姐姐，您给我来一碗老豆，一碗干菜，两根果子，一个卷圈，来俩窝头，再来点饼吧。窝头是大小的。啊，行，太好，好。谢谢您，片儿好，那个我的小片儿啊，外面啊，取三口，这层豆腐，这嘎巴菜，对对对，分开装，分开装，啊，后边，这是我这个哈，老豆腐，
好，走嘞走嘞，这一大队消费20，回家投喂，吃完上班，最后再祝大家小年快乐。我、哦、又翻一下，不愧是碳水之都，今天绝对比上一顿过早吃的多，除了这个蛋酒，绝对没有重样的。明儿天反而刚一顿不扯了慌，现在是早上的6点半，咱们继续在武汉过早，传说中的大成都，好多还没开门了，这小秋水饺没开门，继续往前走。哎，这有一家，这是卖嘛的？你好，这就是汽水包是吗？给我来一个肉的汽水包。好，谢谢。哦，里面这肉馅还不小。哦，好好好，好烫，这肉味还挺香，这肉味。哦，这就是3鲜豆皮，这个是糯米是吗？哦，先给它铺一下，这是上面加的料。有笋子，有香菇，有肉。嗯，反面把这米铺上，裹一下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哦，这外面这皮儿吃的更多的是鸡蛋的味道，豆味没吃出来什么。肉块，我还坐里吃去。这块是那个边上的，两边都有皮儿，有点蛋炒饭的感觉。嗯，我在跟我朋友讲话，对，我在跟我朋友讲话，我在跟我很多朋友讲话。这东西我吃了，这是第3家，在民生天池吃过一回，然后德华楼吃过一回。首先这个品类我喜欢吃，可能这三个相比较，德华楼那个我更喜欢。德华楼那个弄得更焦一点，然后那个卤水味更重一点。一个包子，一个豆皮儿，再看看前面还有吗？前面这人更多啊！哦，这是热干面，一会儿没吃饱，再拿热干面找齐。鲜鱼糊汤粉，这要炸果子的，炸果子感觉跟天是炸的很像嘛。这边是自助调料台，好像是，这就是那个鲜鱼糊粉，鲜鱼糊粉看着不错嘛。来一碗鲜鱼糊汤粉，谢谢。一样都来点，绿色榨菜、萝卜、酸豆角，拿双筷子，我感觉这筷子一会儿我不能扔，下一个摊儿可能还会用得上。我这个油条您甭给我切了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样和楞和楞吧。它这个灰的应该就是糊汤，上面这就是粉儿。哦，可以啊，这个好浓的这个胡椒味儿，这种细粉也特别滑。拿这果子蘸这汤是这么吃吧？哇，好爽！这个胡椒味儿太棒了，这个真的太爽了，这个我是喜欢这个味道了。除了有这个胡椒味儿，其实那个鱼鲜味儿还是喝得出来的。这个油条跟咱天使那果子特别香。拿这个蘸这个太好吃了，这个东西冬天喝一碗很爽，这一碗6块，过节涨了1块，好大一碗。这一根油条没吃够，您好，再给我来一根油条，不用切。这个好吃，这个根本停不下来。最后一口，这个太带劲了，这个哇，都给我吃出汗来了，吃的好通透。丽华早点，这面还有一个早点，五香大饼，这么大个饼下油锅，翻面，不愧是碳水之都，也是各种炸。您再给我来碗蛋酒吧，又翻一下，能给我来半斤吧这饼。谢谢您，大油饼，坐这吃，刚出锅的好烫。那里面有葱，还有椒盐，好像是挺香的。但是这外皮有点硬，嚼嚼有点粘牙。喝一口蛋酒，这蛋酒还是依旧的好喝。我感觉我这5块钱油饼要多了，我把这让2块吃下去吧。但是蛋酒绝对不能剩啊！从天黑吃到了天亮，今天绝对比上一顿过早吃的多。除了这个蛋酒，绝对没有重样的。今日消费29，哎，好，
谢谢您，给我来一个饺子，来一个这个圆的吧。哎，你好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总记不住这名字。然而天凡尔刚一顿不扯的话，先给大家拜个晚年，祝大家晚年幸福。我现在在武汉，来武汉一定要过早，就是吃早点的意思。现在是在球场路，大年初四找个过早不容易啊。只有两个热干面啊，好像是两家。您好，这个叫什么饺来着？鸡冠饺。鸡冠饺，对对对对，这面扎的是什么呀？肥厚。哦，还没炸好，还得20分钟。对，最少20分钟。包子和饺子，哦，是韭菜馅儿。我想来碗热干面吧，全料6.5块，鸡蛋米酒啊，辣椒要。那米酒要不要？鸡蛋米酒也要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鸡蛋，然后拿这个冲一下。要不甜的？不要甜的吧。3.5，咱4个。哦，叫个麻酱师，坐这里也行。武汉过早热干面拌一拌，麻酱味儿够香的啊！拌好了得站外面吃。哎，这位置行了啊！这里是武汉市第6初级中学，这是谁的母校？对面就是这家店。嗯，好吃，它这个属于干干黏黏的那种，辣味儿吃的明显，麻酱味儿也挺浓的。哇，这料都在下面了，再来一口带料的。配上这个料吃，口感好很多。啊，好爽，好吃！这碗热干面肯定没吃饱，我这个冲鸡蛋还在这儿呢。哇，这个好喝呀！您好，我再要个牛肉米粉。啊，在这吃，在这吃。那只有细粉、盐、味精、麻油、萝卜、牛肉、葱花，浇点这个汤。啊，牛肉汤，哎，好，谢谢您。这个我进来吃吧，这没法端了。这个，给我来一个饺子，来一个这个圆的吧。糯米就好了，也可以吃。啊，就再来一个这个。啊，好，谢谢了。刚才说这叫什么饺，我也没记住。这叫那个鸡冠饺。鸡冠饺啊，真有点那个鸡冠那意思啊。它里面有馅儿，哇，韭菜馅儿。哦，除了韭菜，还有点肉沫，这个好吃啊，这个鸡冠饺。这外皮倍儿薄，酥脆。好吃，哎呦，和弄和弄我这粉儿吧，大片牛肉，喝口汤，啊，馋死我了，来口牛肉，所有这个味道都来自于这个汤，这个牛肉汤还是很香的，外皮没有什么咸淡味，主要靠里面的馅儿来提味，外皮就是那个面炸完之后那个香味。哦，这个油炸食品好棒，来一口粉肉都有的，配一口鸡冠饺，吃口鸡冠饺配上一口这牛肉汤，太棒了。然后这圆的什么，这圆的好像没有馅儿，这个挺好吃的。这个面应该和了某种带咸淡味儿，这个料味儿特别香，反正就是好吃。再来口粉儿，还有一个这个，好像是什么糯米鸡是什么的。哦，它这里真有米，还有肉。那这个黑色的这是什么调料来着？一时我也形容不上来。啊，这个也好吃，这个挺实招，这个口感上就是外面酥脆，里面黏黏的。这个你在店吃到脸好香，都是高碳水油炸食品。这一个糯米鸡，我感觉正让人吃完可能就饱了。咱这个炸货配上这牛肉汤喝，真的太棒了。哎，你好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蛋酒。蛋酒。醪糟加鸡蛋。醪糟，哦，谢谢，总记不住这名字，这也好喝。这个过早过得太爽了，咱们一般习惯说过年过节过生日，用过来表达对这个特殊日子的特殊意义。由此可见啊，早点对这个武汉人民的重要性。体验下来确实不错，确实很好吃。今日消费37块，裹上麻酱，烫上这羊肉，嘛意思？这个时间也不能长，这个冻片也不错。大爷，您再来份鲜的给。然而在凡尔刚一顿不扯的话，好久没有吃涮羊肉了，今天找个老店好好吃一顿清真涮羊肉。啊，这大花碟子。是老太太。哎呦呦，好，您别这么喊我大爷。有本上的啊。咱这一份多少？6两。6两啊，一份鲜的，一份冻的，一个水爆螺，还是嘛？看您安排，这菜篮子行，嘿，
看好了吗？这不小料随便加哈。哎，嘛没有，你找我要就行。而且你俩自个儿第一三，我看你俩有没吃，就怕你做得好。这小料调的啊，看着可以，辣油，嘿。绿色，到时候不够再找大姨要。你包你的啊，我以后不吃啊。好嘞，拔火罐拔起来，第一个事儿肯定是先涮水爆肚，下里了啊，七七八八放这里，裹上麻酱。我好喜欢这个料，这肚也行，这肚两下就行。我啊，赖我了，赖我，赖我，赖我，时间还长了呀，这么一锁。这回我试试三下。二三，尝得涮三下嘛口感，这时间短真不一样，更棒更棒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就三下，三下这口感绝对棒。我这水爆肚就把这把料给去了，再来这鲜片，这时间也不能尝啊，变色就捞出来，尝这羊肉嘛意思。你这有点老了，不听话。这个他妈老嫩了，这个变色就弄出来，这就行了。看好了吗？这不真的老嫩了，这个真的好棒，这第二把料也要没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得翻场，这个太爽了，这个看这肉的纹路。素丸子、白菜，还有绿色冻豆，看了吗？这茼蒿多绿，这个时间也不能长。这。涮着好吃，别下菜了，咱该下肉了。羊肉片，尝尝这冻的嘛意思。冻片看着也行，这个冻片也不错，当然了，没有那个鲜片好吃啊。来，接着下，哟，烫我一下子，我这手指还没好了，险些又造成伤害，都搁里了啊。咱来份鲜的，有量没量吧？你让我自己吃六两，我肯定吃不下去。大爷，您再来份鲜的呗，好吃所以再吃。好，给你留点喝水量吧。喝水喝的少，不如跟王德比。我今天没吃牛肉片，所以不需要跟王德做比较。王德的羊肉片我不吃。锅边烫，你收一下。来点清汤。没事，我这皮厚，这鲜的必须翻场。这个太带劲了，这个羊肉真吃嗨。您这干到哪一天？28，告诉吧。哦，人家不开道，您这也没得卖呗。吃的我有点晕，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香晕了？最后一口，今日消费250吧。